盘点奥特曼中人类摆脱怪兽控制的名场面。一、中岛洋子摆脱赛雷部落控制。如果在噩梦中转眼，执念着残忍的世界，风不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三、真中介物摆脱斯菲亚控制。如果在噩梦中睁眼，直面着残忍的世界。四、爱染成摆脱切雷萨控制。留恋却来不及告别，如果结局仅剩残烈，我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岁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战场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。五、十一亚离一摆脱贝利亚控制。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成孤魂才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。六、卡尔密拉摆脱怪兽控制。我将希望传柔，也依旧无所谓的伤，做决定几回。